今天我们操作魔神，挑战一下这次的地狱级。好，水北三卡过得了吗？有机会，只能说有机会。我们岸北三卡就过了，北欧三卡应该都有机会可以过啊，我觉得。木珠菜田，尴尬的木珠。好，合体，间距开启了。行，复活王二不开龙克不会很吃紧吗？会很吃紧，但是那是刚刚临时唯一的打法。伤害过不去，你王二至少可以磨，王一不能磨。好，好，嘿，红哥，我来啦！感谢曙光来看直播，复活。石头下去一定搞定，但是我们就要临时过啊！我们的梦想临时通关呢？主要是王冠比较难，对，所以王冠那边要注意一点。剑手跳啊！终于剑手回来了。那差不多了，现在就是把香回回来的时候啊。就是哇，天降厉害，过，好，排珠不就时间暂停了？什么意思？这队没有排珠啊。好，过关，觉得这边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的时候。如果现在一直的话，我们写进了吧。Oh my god！ 别打，没事哈。这边或许可以洗一下技能。啊，新珠天堂掉了，糟糕，天堂太多了吧？大哥，好，可以。主要是剑齿虎那个想要压开，好，有机会吧，试试看转珠啊。好，天降多一点，欢乐100点。有哎，这天降回到56000，不过这么狂的天降才会有，哇，倒是有点难，拼一波喽！此时不拼更待何时，对不对？你直接拼起来，看看这伤害到底不可以通关。好，希望天降多一点，应该有机会了。刚刚没有强化珠就已经。有打过去，完美！没有看到龙哥哎，太好了，伤害够，伤害够，好，完美。现在第四关了，啊，那个强化珠也不够哎，最好是在这边可以洗一下技能呢。有那种感觉。没跌到珠子，糟糕！水珠真低，尴尬。标题各种羞辱地狱王。哎呀，糟糕！好，这样有吗？你现在有一只了吗？可以，现在一只完美了。
好，行，接下来我们要第五关了。第五关这里间距剩一回合，然后这个也剩一回合，可以把板面上面珠子绿一绿。好，弹珠强化珠，弹珠好。开关剑齿虎，三下就可以过了。先把按强化珠留下来，等一下如果说没有过的话，我们还有一回合可以过。好，有，完美。来看阿红吞关五十，对，可以。王冠，好。按强化珠，这应该有办法过。有没有机会直接打过去啊？好难哦，这应该没办法。龙科，我们这边一定要开龙科。六，对，开龙科应该就没问题了，我觉得。29,然后把光珠给滤掉，来到王冠。有，感谢红哥小弟速刷拿到龙科了，不会不会，谢谢你啊，恭喜你。有反杀龟用过了吗？还没还没，我们大家有机会用个反杀一下反杀龟。这打起来应该痛哦。好，有新珠应该没问题。哦，伤害很可以嘛。可以回满血的话是最好的。叠住谁叠的？天哪，太扯了吧！好，没事，可以，我看很 OK 啊。你看龙科跳起来了，这边完全没问题啊，我觉得。啊，差一回合我们再洗一回合了，好不好？再洗一回合就可以过了，叠起来，赞！间距符石开起来啊，全开就过了。哈哈，零食，感谢薰衣草的抖内，让我们有支队可以玩。好，现在就是来消吗？好，叠起来，叠住啊，没问题。最后伤害开起来，看一下爆发。我觉得还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，这一队至少可以过啊。那个光希腊可能都还比这队难，这队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行，呀，可以吧？这队单张8000万，是不是我看错了？1.7亿没问题的伤害，呀呀呀！好，其实不。是王冠不用，没有龙科也是可以过啊，所以龙科开在刚刚那关啊，第三关说不定会比较稳一点。总而言之还是过了，临时通关。哦，这队可以解一个成就，就是三属的成就，三种以上属性，临时过。